中国握手才屈方。华西称的中国，它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宅？它是一个集体农场还是一个家丑庄园？在这里华西称赤裸裸的农奴制却被描述为中国新农村的发展方向。在毛的公社时代，把河填平变成田，把田挖开变成河，这样才能显示毛思想的威力，能与自然交战的气概。一日之炊三小时，就在田头结楼安家，挑灯夜战，一时成为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。陈子胥无人豹，又名豹儿，不是一般的农民，也是一个狡猾的有政治嗅觉的农民斗头，瓦岗寨寨主与乡村投皇帝时的人物。他与毛的秉性天然契合，直到赢得毛的奖牌，凭此加持出人头地，不但利用勒索朝廷，要钱给钱，要地给地，要气场给气场，只为了这个社会主义的活宝典型，几十年来一路得到上级的扶植助力，直到邓德时代，摇身一变又搞起了权力资本主义，更是假公济私，把华西称变成了吴的家天下小朝廷，建起了故宫龙凤广场、孔庙与农民公园，公园里立有从毛泽东到桃园三结义，从雷锋到二十四孝的雕塑，千米长廊相连，直通世界主题公园。村委会就设在方正的白宫里，竖起了名为金塔的地标建筑，塔顶竟然是一个巡经的葫芦，葫芦还能旋转就餐，怪力神难，无所不包，荒诞与真实汇聚一起，办起了工业园，搞起联合体，还办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敬老院，钢材门窗、稻米、香烟、服装、卫生纸，所有产区都冠以天下第一称的品牌。关于华西称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，凡华西称村民家家住上了别墅，拥有了汽车，只是产权都在村级的名下，而这个集体亦是上市公司的资产，董事长则是老吴的幺儿子小宝，也是他指定的华西称唯一的接班人、继能者，其他职域又由宰相大臣辅佐管理，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进行，没有谁去把真相与老弟揭穿。中国的霸气人人心知肚明，吴氏一家起脱了共产党，并把他挽在掌心里，学诋毁华西称就是诋毁江阴市，诋毁江苏与中国，早有人为此开除村级，起上了牢饭。华西称的村规是统一管理，进取报备，严守秘密，不得走任何有损华西称，尤其是吴家形象的事情。老吴头紧跟中央的行事路线走，他也搞五年规划，他也搞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，他也搞常委制集体领导，他也搞个人崇拜，被称为英明的老领导、二领导，让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永远政治挂帅，去向坟墓也不动摇，直到债台高筑，力不能支，一夕垮掉破产。华西称既是中国的缩影，也是一个在发展转型中膨胀迷失的怪胎。